大家好，我是彦信中。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这句话，因误会而相爱，因了解而分开。大部分的情人在相爱的时候呢，都有一些盲目，就好像雾里看花一样，看得模糊不清，但又渴望彼此能够相依，以至于大家都努力想要表现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来讨好对方，却隐藏了最真实的自己。但是随着时间一拉长，察觉到对方真实的样子的机会就大增了，才发现原来这个根本不是你所要的，甚至还有可能是无法忍耐对方的。这其实就是现今常常被提到的速食爱情，非常快速的就在一起，又快速的分开。我想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其实就是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真爱，什么是迷恋。虽然在喜欢的感受开始的时候呢，迷恋跟真爱其实真的有点难分辨，但是只要一经过时间的考验，那么这两条路各自的结果将会是天差地远。所以就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迷恋吧。迷恋通常会执着于一见钟情，比如说你可能迷恋的只是一个形象而已，他穿什么衣服，他的身材又如何，他开什么样的车子，他多有钱，他做什么工作。其实迷恋完全是建筑在一个憧憬上面，你是被对方的外表所吸引，你就认定今生非他莫属。可能你第一次你看见他打篮球的样子，你就爱上了他。那么你到底爱上的是篮球，还是爱上他被众人注目的感受呢？或者你一直想要娶一个模特儿或者空姐，所以当你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你就坠入了爱河。举一个例子，我在大学时代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呢常常跟我去夜店。在夜店里面呢，很多的男生都会找他搭讪，而这个女生她就在一次的被搭讪的过程里面，她跟我说，这个男生长得真的不怎么样，他为什么要来找我，好烦哦，下次你帮我挡掉他好吗？我说好。结果没想到下个礼拜我们又在同一个夜店的时候呢，这个男生又来，但他穿的西装笔挺的。当他一跟他讲说，嗨，你记得我吗？这个女生就说，我不记得你，然后就开始跟他聊得非常的开心，现在竟然成为他的男朋友。我就问他说，你知道吗？这个人跟上个礼拜是同一个人呢。他说不知道，当他穿着西装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真的好文质彬彬哦。如果你发现自己被对方的某个外在特质深深的吸引，你就要问自己，如果对方没有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他没有漂亮的头发或是美妙的声音，他如果不是模特儿，他不会打篮球，他不是空中小姐，那我想要问你，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我们来谈谈另一种形式的迷恋，就是会把对方当作一个崇拜的对象。举例来讲，学生爱上了老师，年轻的歌手爱上了制作人，业务员爱上了总经理。你知道爱上所崇拜的对象，这种感情其实是很难维持正常的，因为两个人之间是无法平等去对待彼此的。当我说到平等，我并不是指地位哦，不是说其中一方如果比较有钱，地位较高就不行，我指的其实是心态。因此绝对不是说身份地位不同的人不能谈恋爱，而是当你会把对方供起来崇拜，这样就完全不平衡了。而普遍我会发现，会爱上所崇拜的人，可能跟自信心的低落是有关系的。他们打从心里面就觉得自己不够好。但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爱人如己。所以如果你不能爱自己，你欣赏自己，那么你要怎么去爱别人呢？因此若要让你的关系会有一个结果，那么首要的条件就是你一定要学会好好去爱自己，欣赏自己。这和你去爱对方跟欣赏对方是一模一样的。迷恋往往会带出某些的结果，所以我们也可以自我检视一下。比如说在迷恋的状态下面，我们就自然不会去对付那些关系里面真正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试图用那一种一见钟情的感受，或者一种不对等的崇拜，去淡化了前面其实你真正该面对的问题。所以问题其实不是不存在的，而是会被压抑到相当严重的时候呢，才爆发出来。又或者在迷恋的状态之下，可能会导致另外一种结果，
就是当情况已经很不好的时候，你在情感上面会对自己太苛刻。你可能会想的是，如果能够再爱他多一点的话，应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如果我能够再爱他多一点点的话，他就不会对我不忠心了，所以都是我的错。因此你就会一直苛求你自己，怪罪自己，总觉得是自己的努力不够。其实每当我辅导到这样的年轻人，我会发现他们只要是在迷恋当中，外人其实一看就明白问题在哪里，但是当事人却是深陷在其中而无法自拔。而且更吓人的是什么呢？你知道迷恋好像是一种慢性病哦，同样失败的原因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出现在这个人的每一段爱情关系的里面。好像唯一的解药就是去认清楚到底真爱跟迷恋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并且还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再落入相同的情况。讲了一些迷恋是什么及可能带出来的结果之后，我相信你们已经拥有一个概念，可以对自己的所处状态做一些判断，甚至是预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应该来谈谈什么是真爱。回到我一开场所说的，真爱跟迷恋的差别只要经过时间就能够判断。既然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是否愿意多等一下呢？就算我有一见钟情强烈的感受，可不可以让我们就从朋友开始做起，不要轻易的就踏进一段感情的里面。因为真爱一定是需要彼此共同付出摆上的，千万不要快速盲目的进入。记得交往是一个不要莽撞的选择，而是愿意尊重彼此，包含了身体的界限。我想若是能够拥有这样的彼此尊重的开始，那么好的开始绝对就会是成功的一半。真爱是愿意花上时间去付上代价等待的，虽然不劳而获好像比较符合现在大家普遍的心态。当大家都在速食爱情的游戏的里面，你可不可以在还年轻的时候就做出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决定呢？学习拉长战线，是因为你想要努力经营一段可以拥有未来的幸福，而长时间的空间往往也就让你可以认清楚一个人的品格。但是有一些年轻人，特别是男生，就会对我说，我才不想要等待了，因为很怕等待就会失去了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机会。那么让我告诉你，真爱是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就去爱上别人的，因为同样高度的人才会看见同样高度的另外一群人，彼此也才会去珍惜彼此。所以鼓励你花一段时间在群体的里面好好的去认识更多的人，去交更多的朋友，扩大你的生活圈。你会发现延迟性的满足真的比较会让你踏上一条能够一路爱到底的幸福里面。我要祝福你们有一天都能够找到那个愿意为你付上代价，并且深深尊重你，并且愿意用一辈子来呵护你的真爱。